第四位郑葛平，恭喜葛平大哥。哇哦，汇报着葛平大哥今年都双双拿到了十大最受欢迎男女艺人的奖项，葛平大哥今年是他的第九座奖项了，继续加油。肌肉型男，表示我的年纪比他们大很多。这一年来我都在幕后做制作的工作，谢谢幕后的支持者。我要感谢观众朋友们，你们为我争取这个奖，没有你们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上台来。感谢我的家人，当然要感谢一群哥们，Roger, Joey, Rich, Jonathan, 还有 Star Fitness 的 The Gang, 还有 Rainbow Family, and Alan, Samuel, 还有 Teki, 还有8028 Holdings 的兄弟们，这个奖都是你们的。Thank you. 老婆孩子谢了吗？我回去慢慢谢。好的，好的。果然是幸福的家庭。